来就是我身上的丹宁牛仔了。这件牛仔呢，它呢仅限于到 M 号以前可以穿哦，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你的身形咯。那它穿起来确实非常瘦，我自己有戴。那我穿下去呢，还有可以转环的空间，所以呢最多到 M 号以内咯。然后呢，屁股的它是整件很瘦，是因为它是 A 字摆，所以呢你会发现，哎，妞的上身好瘦哦，下面呢有一种那种小蓬蓬、腰瘦腿直的感觉哦。没有错，其实呢这件衣服是完全的可以展露这一件衣服的优势哦，让我们的腰身材有身材，腰腿有腿，屁股的肉刚好在这个 A 字板里面收起来。那这一件牛仔我很喜欢，是因为这边都做得很好，肩带微宽又不会乱掉，低也不会太低。然后我最爱它的就是它的胸这边会做得好显瘦，那我觉得比较丰满的，因为毕竟牛仔没什么弹性哦，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尺寸。然后因为像我腰围这边捏起来都还有蛮多的空间，然后一样的做口袋，所以这一套我这件我自己是很喜欢。